这是屋子旁边和后巷的设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tanley， 今天带大家参观一个位于 Iskandaputri 的新项目，名字叫 Aurora Central The Resort Villa。这间屋子的土地面积是24×75 ，layout 是2833。这间屋子有4家1房和5间厕所。这些是楼下的小卫房，小卫房有自己的厕所。屋子的后巷将是绿色的草地和跑道。我们去2楼参观。